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睇《宠物小精灵 Setta》。咁我哋继续我哋未完嘅旅程，有排完。依家先嚟到第五集。好啦，我哋嚟到新地方啊。咁首先都系遇下咩兽先？咦，咩都遇唔到，遇到啦！伊卡斯喎。卡拉卡拉先12呢啦，偷吹，我会踢你婆咗添。有咩新嘅兽遇下先，捉你。呢只叫 Patrick， 警戒鼠。我遇到一只就算啦。睇咗啲咩先？好，是猫头野鹰的退化，咕咕嘅，呼呼呼呼，呢个叫做呼呼。依家我自约喎，搞笑啊！变咗个兽喺度，咦？喺度咁样嘅喎，呢度唔系，哦。佢就唔好似个店咁样嘅，就咁好正常咁样嘅，一箱打呢个，打晒啲敌人先。我都唔知阵间要去边，去十字路口啱啱嚟一个，有两条路拣，唔知行边边咯。扣少，但佢扣仲少。好饱嘅，我系满手嘅，麻烦啦！依个呢只大劈牙。啊、再劈下，咁降我防御力过去，劈下，走去啦，惊死，去啦，大口，口外花，风龙果，追击我，四件式，被打死咗先，几时先去到下个城镇呢？打尸。咗化喎，恐惧咗攻力添。你睡眠咗先啦，唔好理。黐狂击，哇，扣好多。拣草系根本就系一个挑战。嗱，要输啦各位。佢咧 magic cup。点解冇写 super if？ 唔系，黐线冇嘢，黐线。我心谂，点解好似我时间谂咗佢个招次狂击系藤鞭招咯，然后诶点解唔会打很有效嗰啲之类嘅字眼咁样嘅？跟住谂落，诶唔系喎，非人系嚟嘅，咁正常啊。哎呀，好难用啊，种草系有啲后悔咧，真系。咁鬼痛，好多飞行系啲同埋虫喺嗰啲训练员咯，一开头我行埋一格草嘅遇到兽非常好。咦，大狼犬喎，练唔练好咧？嗯，真系唔练好，已经好难打，唔可以，暂时都唔可以练啲咩新手。一碎石咩咧？度咧有灯塔。咁於是啲游水角對面，因為對面咁大空間應該係有得閒嘅，應該
奇怪喺度咁样嘅，一格格。会得嘅，饲养屋，喂、哎，系我死，点都要经过其中一边。系饲养屋根本就系地狱。啊，又玩对战，已经好明白我啱啱讲嘅嘢噶啦。生蛋生到二零成灰山羊。啊！打唔中啊，咁都俾佢嗰个踢沙搞到咁。都难打啊！屋星呢？唔学Lia啦，Lia真系真系斩慢啊！扣人哋防御力，唔知攻击力、防御力好似系。先，我李王你送死啦！好，李王使用潜水，没有任何效果发生。我覆去桌，解除啲沙嗰啲状态啦。我冇攻击力喎，炸！哇，劲啊，做得好啊！我哋一下劈下收佢劈，有降我哋攻击力，劈死你！俾人干咗两轮攻击力又要换啦，系睇俾人干嘢过嚟过去，交俾你啦，学大口 ，big mouth， go go go， 我哋用呢个 sleep powder 催眠粉末，唔使惊嘅，但如果冇换咧，俾人干三级咧，唔知点，都打到现时都未打死佢，撑住啊，拍多下，最少拍多下啦，要面中啊，拍手拍手拍手。good 啊，好啦，卡啦卡啦，考你啦，以后卡啦卡啦，用头吹，哇，好少啊，哇，醒咗啦，已经用影子分身去，救佢多啲咁得啊，卡啦卡啦。又用影子分身啊，好恐怖啊！系咁影子分身又踢沙嗰啲时候，扣你几多一下？一下扣你14度。嚟啦 ，party 补品先，仲几多粒补品啊？我哋仲两粒，情况一啲都唔乐观。啊，你继续影子分身啦、啊！通又要输，好啦，叫下都好啦，好脆，好啊，有机会打两下依、這個、我哋，虽然俾人降咗两千攻击力，哇，咁少嘅俾人降咗两千攻击力，好脆，跑击，唔紧要，下下点都死啦佢，你打中就得啦，好脆。O.K. 唔紧要，透透脆啊！继续讲功啦，你唔输血啦，打唔中，去影子分身咗四次阴功，咁得翻四啊零命中率，啊、都中，拍手，做得好啊，卡拉卡拉，
以你为荣耀啊，真系阴公。睇嚟要捉啲兽咧，系专嚟打非人系火系啲。咁啊，讲到呢个属性咧，大家应该好自然谂到一个属性就系岩系啦。OK， 咁就要知道目的啦。依家我哋有个好明确嘅目标，就系、是、捉只岩系精灵。一卡拉卡拉只地面系精灵啦。好啦，同埋我口外科啲技能真系好弱啊，去到呢阶都冇乜学，冇学过新嘅攻击招。我哋要尽快谂办法搵个地方补血先。凤凰果，凤凰果，藤鞭，又唔识学吸血咯，呢只死仔。凤凰果，劈死你！暴踢催眠啊！先，我应该一下秒杀唔到佢嘅。嗯，打中非常好。藤鞭，哇咁快醒嘅，唉，竟然一枪醒咗。我哋用呢个骨头飞镖，骨头回力镖，用多次。嗰日专用技系唔同啲啊，有低命中率啦。得次啲学双重嗰招，得回力镖应该好多啦。好啦，后面冇一只跟住我，因为死 Q 咗。好多训练员喺度。臨尾一格你都要咁多走，卡斯走彩。即係佢係唔俾我走，但係佢自己傳送走囉。Well, 想去呢度呢就有兩個道館嘅，兩個道館嘅聖章點知呀。如果你有兩個道館，如果你有兩個聖章同埋第一個唔計呀，佢話。好啦，我遲啲會整整一個道館出嚟噶啦，遲啲。咦，呢個小貿嚟噶，睇清楚。佢啲道館都唔係我好型啊嘛。Anyway， 點都好啦，會 hand out 嗰個咩？呢、這個咩 ？Sway 一重要字啦 ，Sway 邊度啊 ？Sway bait 啊 ，Sway bait 唔知啊，唔知乜鳩係？你做緊乜嘢啊？俾我行啦！哎呀，打人啦，真系真系一串救我哋，然后要同佢打。但系我啲精灵师兄，点解啲咁稀罕嘅精灵啊？咁耐冇 PP， 可唔可以投降啊？对唔住啦，唉。玩晒啦！你玩晒啦！我打翻飞人系可以用晒所有能耐啦。咁我谂大概的意思就系、是，小茂话你通过呢度嘅话，你需要有两个道馆圣章，但系即系我哋冇啊嘛。跟住话打赢佢咧，就当可以打。可以当打赢两个道馆圣章啦，啱啱就咁嘅意思。咁呢个就我哋就要打赢佢啦，覆佢桌，爬佢魔。唔知有咩岩系精灵好练？啱啱上几集嗰个洞穴咧，入边啲岩系精灵我都麻麻地，都练过啦。小拳石练过啦，另外一只就冇兴趣嘅。咁啊，即系。俾下心水咯，试睇下点啦，有冇铁甲暴龙嗰啲啊？唉，打咗小茂先，咩都唔好理。喺洞嗰度，啊，钉俾佢见到。
我唔想嘥西血啦，冇买补血啦，超能系，顶恰我恰到应喎，哎呀，照打啦满啦，哇秒咗，哇咁恐怖啊，点解咧？突然间好难啊，突然间觉得好难玩啊，唔玩啊，我要走啊 ，run。run 不投飞镖，又唔打中，成日都打唔中我招不投飞镖，戆嘅喎，系不投飞镖 ，OK， 你俾人秒啦，唉。你下打中咪赢咗咯，得下噶，系啦，你打中埋下，你掉中埋下就赢噶啦，知唔知啊？做得好啊，卡拉卡拉，以你为荣啊，嬲啊，700几经喎，劲到劲唔正。好恐怖啊，好大力啊啲人。我哋搵到个超级补血都冇用啦。咩洞嚟噶呢个？咦，半月洞喎、啊。但我哋唔需要入呢个洞住，你需要嘅系快补血。啊，好恐怖啊！点解咁恐怖噶？啊！我啱啱呢条路入边啲人咧，可以全部打赢晒咯，好难度喎、啊！咦，鬼师喎、啊！算啦，我想练啲岩系精灵。岩系精灵有啲咩好咧？铁甲布龙花、石飞龙，有咩中意咧？大家好似觉得冇乜手，不格拉。谂唔起其他啦，啲岩系精灵好用啊！今次一定要打死个 Jake， 打死小猫，死开啊！唔想死啊，怕打。受死啦，小狼犬。啊！又打唔中，好恐怖啊！好恐怖啊！真系，觉得咩事啊？呢集啲运气值系咪跌到零？哇！又打唔中，我中咗一次咩啫？中咗一次踢沙啫 ，Come on， 三下 ，OK， 系得嘅，系赢嘅，咁都打唔中，我挥埋啲药先啦，不如好啦，打中啦，阿师，挥埋啲药先。掉翻转头，好恐怖啊！呢只游戏突然间觉得啲运气完全系零咯，啲嘢系劲易打中我咯。好啦，好多钱嘅，费事俾人罚啦啲钱，买多啲嘢。买少少啦，买。你睇埋晒呢个，就俾人罚晒钱，我哋买嘢仲好，系咁死咯！玩呢个系咪我咪应该喺我拍嗰时系咁拆啲嘢怪，拆到30几咧先继续进行咧，应该好恐怖啊啲嘢！我都直行直过，我练两只精灵啫，啲经验值主要都落晒嗰两只嘢度，完全系唔够打咯。唔得，绝对唔会咁易放弃。今集最少要打死小猫，我阻住我啊你。咁系咪行？咁样行？奇怪，阿叔唔好，对唔住，我觉得你会同我挑战嘅。啊！你做乜拧转面啊，叔？
阿叔啊，阿叔，唔好话俾知你护住犬啊！我认住呢个人系有护住犬嘅，因为以前火红版嗰时候，通常遇亲佢都会有护住犬，狗类嘅。好啦，入铺听啦。让开啊，同小某决战啊！让开啊！除非你好多经八九，好接受，我打埋升咧先，升多咧好蚀嘅。好啦，家防，理得你啊，家防，牵死你！几时学真招啊？口外化，好低功啊！招好低功啊！我佢完全系可能本来设定做咧，冇佢谂住设计时咧，谂住喂冇人拣噶啦，口外化应该好啦，跟住我就唔小心扑街拣咗口外化啦，但系今度就濑嘢啦，超难打，有啲技巧乱咁 set 嘅应该系。有啲咩招？催眠粉末，啲其他全部招得四廿攻嘅，冇一招过六廿攻。我卡卡拉都招六廿五，一招八十，一招七十，我只嘢完全。高你都冇用，我出嚟啊，小茂，得啦，我知你啦，你到公公猪啊，老板啊嘛，食屎啊，嬲啊呢个，我真系嬲啊，只臭啊，攞只木手工出嚟啊，输咗俾我添啊你，咁 Q 好打啊 ，Jake， 切口，阿斯。嬲啊！憤怒嘅力量係咁噶啦，嚟講，不過191經垃圾咩啊？哇！驚你啊！催眠粉末，好讀下先。個半非常好，哇！又醒，又一turn醒，唉，好彩你打唔中啫，佢係火焰旋渦啊嘛招。华师秒你啊废柴，嬲啊，辣庆我，死废柴，死废柴。好啦，咁今集嘅宠物小精灵 Setta 好嬲地就去到完结啦。我哋阵间翻转头再啱啱，佢好似都最后即系避咗嗰、那个。打貓嗰、那個嗰、那個軍團嗰、那個咩童軍妹啫。好啦，咁、遇到咩呢、鬼師嘅。好啦，咁今集就真係暫時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集見。